到了搿搭以后啊，一直是走路啊，侪靠两只脚适应路啊。两只脚搿两天痛死脱了，脚底心已经起泡了，实在是挡不住了。搞了辆电动车，电动车这样就方便多了。前面那个女生，河南信阳的，微信后面已经加好了，就是我上一个视频啊，有记录的。微信加好了，和他已经约好了，以后在浙江杭州啊再碰面啊。那个河阳信阳女生蛮好的，气质长相各方面都不错的，哎，希望又来了，还是大理这里好，骑个电动车爽快多了。现在再去看一下还有没有更好的女生啊，更优质的，甚至于说经济方面实力更强大的，可以拉我一把的。感觉今年2023年啊，那个市场很不错，但是自己没有本金啊，真的是难为我了，心里面一直痒痒的。这里车少，骑得舒服，路也蛮好的。给你们一边骑一边拍一下这里风景啊，看我多不容易啊！前面那个是大理的苍山啊，上去的话要坐缆车的，这么绕一圈的话大概要大半天时间。还有前面这个是这个都是租的，租的跑车啊，租的跑车，我是这个实力是不允许的。一租这个跑车的话立马就回家了，父母给我加薪的钱就没有了，放在我以前的话我早就租了。我还搞这个骑啊，搞这个骑啊，不可能的呀，不可能租辆跑车的，副驾驶女朋友坐着对吧，绕这里洱海一圈逛一下。前面苍山这里的风景啊还是可以的，后面来了辆什么车？哟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我后台看得到的。每天那些天天来看我视频的，从来不点关注的，过意的去吧，不要白嫖我视频。到电影院看场电影还要买个电影票了。前面路口右转了，手机关一下了。我是也不知道骑到哪里了，骑到这里农村当地的小路啊，一路过来没有人的，也没有人骑车的，只有偶尔几辆私家车。我现在是想去苍山脚下看一下苍山脚下的风景怎么样，来都来了嘛，看一下。苍山上面就不上去了，上去的话坐个缆车花掉我大半天的时间，我一个人坐在缆车上面我脑子有病啊，旁边又没人的，又接触不到女生，浪费时间又浪费钱。看一下是不是快到了，可能就在前面啊，大概还有200-300米的路啊。哎呀，终于看到了人了，差不多到头了吧，过去拍一下。前面就是从这条小路啊一直骑上来的，骑了有将近一刻钟啊，电动车只有停在这里了，这上面已经骑不上去了，上面是石子路嘛，停在这里我自己走上去。看了一下这里的房子啊，哇，这栋房子其实不得了，好大的独栋别墅啊，都已经荒废掉了，废弃掉了，连窗户都没有装啊。后面还有啊，好多啊，我还没看了，刚刚停好电动车。这一栋别墅的话放在上海的话5000个 W 都不止了。现在就从这里啊石子路啊走上去啊，我去，看看多少台阶啊，走近一看吓了一跳，
那么多台阶啊，现在前面走个十字路已经气喘吁吁了，还要爬那么多台阶，两个脚肯定彻底废掉了。现在走上去了，估计大概有个二三四层啊。